只是行有忍耐，还要时刻与爱同行。不过想为爱付出都要有一个必要的条件，就是你首先要有个爱人。但没有也不要紧，相信看完这个花圃你一定充满爱。这个木轮车的设计独特，寓意温暖和幸福，坐上去可以欣赏四周围的花草树木，感受大自然的爱。这里的花卉款式多，只是特别推介的花都有成五款，一次过看完它吧。大家见到啲绣球花咁靓，系咪都想喺屋企种下，用嚟布置下家居呢？不过绣球花就好容易谢，想要佢 keep 得耐都好有技巧噶。记得喺入落花樽度之前，要以斜剪嘅方式修剪花茎，再浸喺水度10至20分钟，先好将佢放入花樽。而且每日换水嘅时候，都要重新剪走约1cm 嘅花茎，咁啲花先会襟摆噶。想和挚爱一起分享与爱同行，未必一定要约啱时间出街看的。就算在家用部手机都可以参观网上花展，和另一半一起赏花之余，还可以玩互动游戏，齐齐自拍，都是一个挺浪漫的约会来的。